1997年12月14日凌晨，安徽省巢湖市市政工程处的施工人员正在北山头地区开展道路施工工作。突然，有人发现了一块巨大的木板，现场施工人员怀疑这里有一座古代墓葬，便迅速向110指挥中心报告了现场的情况。很快，巢湖市文物管理所的考古队员就接到了通知，便立即赶往现场。市文化局同志找到我们，将白山头施工工地发现一块木板，疑似是墓葬，叫我们去看看。我们到工地去看了一下，证实是一座墓葬。考古队员们看到现场有一块盖板，他们判断这是一块古代墓葬的椁木盖板，因此相信此处的确埋藏着一座古代墓葬。他们立刻联想到，就在距该墓葬约1000米处，便是1996年出土的放王岗一号汉墓。放王岗一号墓规模宏大，名震一时的文物铜朱雀事件正是出自其中。放王岗一号墓葬的出土，曾使得巢湖这座小城吸引了全国各界的目光。而北山头发现的这座墓葬与放王岗一号墓相距如此之近，它是什么年代的墓葬？它与放王岗一号墓有什么关系吗？墓主人又会是谁呢？专家们立即对这座墓葬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由于墓葬位于巢湖市北山头土岗的北坡上，专家们将其命名为北山头一号墓。当天上午9点左右，考古队员初步清理了墓坑周边的浮土。我们在坑口的东边发现了两条扁线，扁线里外的土质土色完全不一样，扁线很明显。我们通过清理扁线，找出了这个墓坑的大致范围。确定墓坑的大致范围后，考古队员们决定先挖取墓坑上部的填土，待棺椁暴露出来后，再继续清理墓坑里的剩余填土，这样可以避免棺椁在挖取填土的过程中遭遇意外损坏。至此，北山头一号墓的田野发掘工作正式开始。清理在有序进行，突然，考古队员们在墓坑的东南角发现了一个盗洞。难道这座墓葬已经被盗掘了吗？我们在清理填土的时候，发现东南角有一个盗洞，盗洞直径在80公分左右。我们就是把盗洞土清掉了以后，发现这个盗洞能进人的。随后，考古队员们对比了盗洞里的土壤与墓坑原有填土的土质和土色，发现盗洞的填土跟这个墓坑的填土区别已经不是太大，说明这个墓早期被盗的。盗洞的发现令现场的考古队员们颇感沮丧，北山头一号墓会不会已被盗掘？墓中的文物是否已被盗墓贼洗劫一空？为尽快探明墓葬被盗情况，考古队员们加快了清理填土的速度。很快，他们就看到了墓坑口。我们发现北山头一号墓的墓口是有台阶，墓口是有台阶，在战国时期这个土墓中较为普遍。
那么，北山头一号墓会是一座楚国墓葬吗？随后的发掘将会带来怎样的发现呢？不久，墓坑内的填土就被考古队清理完毕。这时，考古队员终于看到了墓志的棺椁，确认这是一座土坑墓古墓。在墓坑底部，他们发现了两根凹字形的垫木，凹处能够紧紧卡住椁木边缘，这种结构使整个棺椁得以长久地保持稳固，直至千百年后与世人相见。生者为了保护逝者，采用了精妙的棺椁加固手段，却不料还是遭到了盗掘。那么，这座本该安稳沉睡于地下的墓葬，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破坏呢？经过现场勘查，我们发现在墓坑东南角椁板上有曾经被盗扰的痕迹存在。于是我们首先对墓坑的规模尺寸进行测量。墓坑平面呈长方形，距山顶地表深四米，东西长6.4米，南北宽4.2米，墓道长5米，宽2米。当时我们发现北山头一号墓，这个墓坑平面呈长方形，规模比方案一号汉墓小了近一半。专家们难以根据这种墓葬规模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北山头一号墓的墓主人会是什么身份呢？最后的答案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证明。随后，考古队员们立即开始了墓椁的清理工作。很快，椁盖板便完全呈现在众人眼前。椁盖板由8块木板拼合而成，南北向横放在椁室上，木板拼接严密，历经千年风霜依旧牢固。如今，这些盖板被保存在巢湖市博物馆中。当年参与北山头一号墓发掘清理的胡卫国，如今已是巢湖市博物馆的馆长。墓地一直到后面总共是8块，都盖在椁室上面。这8块盖板长期埋在土壤中，重量很重。我们请了10几个民工，一块一块把它抬出来的。我们在盖板和椁室四周发现了青白高泥，青白高泥呢不是渗水，隔绝空气，对整个椁室这个防水、防腐蚀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青白高泥的使用在战国中晚期初步中应用较为普遍。在墓椁周围填塞青白高泥的做法，完全符合战国中晚期楚国墓葬的特点。加上台阶式墓口的特征，专家们初步判断，北山头一号墓有可能是一座楚国墓葬。同时，大量青高泥的出现，也说明这座墓葬的主人绝非普通百姓。考古队员们发现，盖板除两端稍有腐朽外，其余部分保存相当完整，这说明墓葬防水防腐手段非常成功。此外，由于椁墓外观保存基本完好，专家们初步判断盗墓者并未进入椁室内部。然而，正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查看椁室盖板时，却在椁盖板上发现了一个小洞，
我们在清理墓坑的填土以后，发现这个东南角有个被凿凿确凿的一个被凿的一个洞，认为是盗洞。在果盖板上发现的盗洞再度引发考古队员们的担忧，果室内部是不是遭到了破坏？考古队员们在照相绘图后将果盖板编号，随后依次揭取盖板并按顺序摆放。曾经的领队李德文如今已是一位退休老人，然而回忆起当年发掘果室的情形，他仍记忆犹新。这个是一号墓的锅盖板，去了锅盖板以后就形成下面的果室情况。一个果室，你内果室里面分成纵横隔梁，分成那个四个冰箱和一个主棺室。打开所有果盖板后，果室终于重见天日。果室呈长方形，东西长 4.5 米，南北宽3米，内高 1.1 米，总高度为 1.68 米。果室由一个棺室和四个边箱组成，棺室存放这个葬者的尸骸，也是我们俗称的棺材，边箱呢主要存放一些随葬品。考古队员们继续清理果室的淤土，很快四个边箱呈现在众人面前。四个边箱体积大小各不相同，东边箱长 1.84 米，宽 0.52 米，西边箱长 1.72 米，宽 0.5 米，南边箱长 3.26 米，宽 0.42 米，北边箱最大，长 3.26 米，宽 0.48 米。边箱的精巧构造吸引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棺室里面，这个它是用纵横交错的一个木头，把它分成四个冰箱，冰箱上面都有盖板，用绳毛结构搭在两边的墙板上面。这样的做法是防止上面的淤土下渗。这便是北山头一号墓残存的木板，它们沉睡在地下千余年。木板两端仍保留着明显的榫卯痕迹。边箱上口设顶板的做法在安徽境内战国晚清墓中此前并没有发现过，但与江陵凤凰山锦州官居四汉早期墓的形制相同，这也为我们判断北山头一号墓的墓葬年代为四汉墓葬提供了一个依据。这看似不起眼的边箱盖板竟然告诉我们，北山头一号墓很可能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但真相究竟如何呢？边箱里又会出土怎样的陪葬品呢？四个边箱的盖板严丝合缝，考古队员们轻轻揭开其中一块盖板，透过缝隙观察，发现边箱内放置着大量随葬品，这令他们感到非常振奋。既然在墓坑和椁板上都发现了盗洞，盗墓贼为什么没有盗走这些随葬品呢？专家们猜测，这
可能与古市的结构有关。因为这个刀洞下面是过墙板或者隔板比较厚的大木头，这个东冰箱这个位置在东冰箱，东冰箱呢也比较狭窄，所以这个人他是就没砸掉这个东冰箱那个板，他人进不去，所以这个墓没有被盗。北山头一号墓虽然在下葬后不久便遭遇盗掘，但是严密结实的椁室构造令盗墓者未能得逞。考古队员们决定先清理椁室里的四个边箱。在清理边箱之前，考古队员们在墓坑底部发现了一层木炭。北山头一号墓管椁上下四柱均铺于10公分左右的积炭，这种做法在战国时期的楚墓中较少发现，但是和法王岗一号汉墓的做法有类似。法王岗一号汉墓已证明是西汉中晚期的墓葬，所以说明这种铺木炭的做法是西汉墓葬习俗的一种新的形式。至此，专家们基本确认，北山头一号墓应该是一座西汉墓葬。墓葬的年代基本确定，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到底是谁呢？1997年12月15日，考古队员们正式开始了四个边箱的清理工作。南边箱去到顶板以后，发现是泵痕清水，我们把清水抽掉以后，就剩几个，仅剩几个残木蓉。考古队员们发现，碎成木块的木蓉散落在箱内的清水中，由于这些木蓉多已腐朽，难以统计数量。墓俑通常被认为是用来替代人殉制度而出现的随葬物。墓俑随葬的风俗在春秋晚期就已出现，但在汉代以后才真正普及。迅速清理完南边箱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有条不紊地清理其余的三个边箱。南边箱清理结束以后，我们从东边箱开始清理。东边箱清理结束以后，再清理北边箱，最后是西角箱。考古队员们打开了东边箱的盖板，他们发现箱内堆积着大量的漆木器，这些漆器大多腐朽严重，尚能辨认出几件漆盒。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看得实物，幸而专家们现场绘制了线稿复原图，使我们可以欣赏它们的精美。清理完漆器后，考古队员们又在这个边箱里发现了两面铜镜。当时在东乡发掘的时候，我用手摸到了这两枚铜镜，这两枚铜镜深藏在泥泞里，我用手比划了向领队李老师汇报。为避免深埋在淤泥中的铜镜遭到损坏，现场的考古队员们清理时加倍谨慎。这是北山头一号墓出的这个铜镜，它这个铜镜呢，这个出在这个铜箱里面，
在推箱里面一个金盒里面出的。这个直径呢是这个30多公分，算是这个在汉晋当中算是比较大的一个了。它是三旋钮的这个。它这个金子尺寸这么大，说话纹饰精美，也是铜镜当中的代表作了。这件饰有凸弦纹的铜镜，直径33厘米，镜面平整光滑，做工成熟，线条流畅。在我国已出土的铜镜中，直径达到33厘米，已经属于尺寸较大的铜镜。而当另一件更大的铜镜被清理出时，现场所有考古队员的目光都被它吸引而去。这件铜镜直径达37厘米，是一件素面镜，背面的纽座为圆形，中间有一条带状凹弦纹，纽座外是有一圈连弧纹，多条弧线首尾相连，形似太阳的光芒。这种极具动感的纹样通常流行于战国末期至两汉时期。虽然素面铜镜很常见，但是它直径37厘米的尺寸却为目前国内出土铜镜中最大的一面。在场的专家们一直都不认为铜镜有这么大，在这两枚铜镜出土之后，一枚直径37公分，一枚直径33公分，大家一直认为这两枚铜镜堪称汉代铜镜之王。铜镜之王的美誉彰显着两面巨大铜镜的珍贵，它们也将为我国古代铜镜研究工作提供特别的样本。在考古现场，除了这两面大铜镜外，考古队员们又发现了第三面铜镜。第三面铜镜在出土时便已残破，无法保存下来，考古队员们为它绘制了线稿。虽然这面铜镜尺寸不及此前两面铜镜之大，但其背面的视地纹纹饰令专家们为之惊叹。我们在总图像里发现一件残破的带视地纹的铜镜，这面铜镜的视地纹是汉代比较流行的一个纹饰，也作为我们推断是汉墓的一个依据。铜镜起源于商周时期，在汉代迎来鼎盛，原本的贵族专享物成为了寻常百姓的家用品。虽然铜镜纹饰丰富，但视地纹却是汉代铜镜中最受人推崇的纹饰，堪称汉代铜镜的一大标志。视地纹对称和谐的图案极具流畅与韵律之感，反映出汉代人对天人合一的推崇，寄托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根据墓中出土铜镜上的视地纹图案，专家们判断北山头一号墓为一座汉代墓葬。与此同时，专家们对墓主人的身份也展开了猜想。在东头乡清理过程中，
共清理出三件铜镜，制作工艺也非常精致。能够拥有三件铜镜作为随葬品，墓主人生前的身份一定不是普通平民阶层，而是当时的当地官员或者富商一类的身份。北山头一号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带着对墓主人身份的好奇和疑问，考古队员们继续清理东边厢，很快便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东边厢发现了两件熏炉。这是北山头一号墓出土的铜制链子提梁熏，熏炉炉腹为球形，龙身弯曲缠绕在盖间，足部浮雕做蹲伏状的熊，炉内还残存着香料和木炭粒，说明这件熏炉极有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器物。熏炉是战国时期战国晚期出现的一个新兴的物种，在西汉时期作为陪葬品是比较流行的。结合这个石碑文的铜镜，我们更进一步确认这是一座西汉墓。铜镜、熏炉的相继出土，让专家们确定了北山头一号墓为西汉早期的墓葬。为什么这座西汉时期墓葬的墓口形制又很像春秋时期的楚国墓葬呢？我们查阅了相关史料，巢湖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巢伯国，是吴国和楚国争夺的地方，所以我们这里的墓葬形式带有楚地遗风，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周朝时期的巢湖地区属于巢国的领土，周朝对巢国这一方国加封了伯的爵位，因此巢国又称巢伯国。到了春秋时期，巢国又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吴楚两国长期争夺的对象。巢国虽最终于公元前518年被吴灭亡，却曾长期被楚国统治，因此留下了深刻的楚地遗风。专家们认为，巢湖地区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即便到了汉代，其丧葬习俗仍然和楚国相似，所以北山头一号墓才会有一个极具楚风的台阶式墓口。解开了一个重要疑团后，考古队员们继续清理东边厢，很快他们找到了三段呈空心圆柱状的玉器，经过简单的拼接复原，他们发现这是一段分为三节的玉制刀柄。刀柄顶端被雕刻为神情庄严的龙首，中部为龙颈，底端为龙身。专家们认为，原刀柄应为四节，但龙口部在出土时便不见踪影。如今残存的三段总长为5.7厘米，龙首部分宽2.1厘米，厚1.1厘米。考古队员们继续清理东边厢，随后便发现了一件形状细长的玉簧。这是一件龙首纹玉簧，玉簧两端雕刻成龙首形状，十分灵动，龙嘴镂空，雕刻颇具难度。玉簧簧体呈黄色，略有褐色斑块，
线条流畅，整体光滑平整。在随后的清理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另一件细长的玉器，他们判断这是一件玉带钩。带钩是古人用于束腰、钩衣领的装饰品，通常是由钩首、钩身、钩钮三个部分组成。这件青白玉带钩器型较大，长达14.6厘米，宽3.5厘米。它以透雕和浅浮雕相结合的方法，在表面雕刻了6组变形卧蚕纹，带钩两端均刻琢成龙首的形状，其神态威严，造型极具观赏性。这存在于古代传说中的瑞兽，仿佛被赋予生命，降临人间，守护在主人身边。这是北山头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玉带钩，在玉带钩的两侧分别雕琢一只小赤虎。这件带钩的钩首与钩尾均雕作龙首，制作非常精美。能够在如此窄小的空间内刻琢出赤虎细致立体的灵动之感，足见工匠炉火纯青的技艺。在汉代，带钩既是一种实用具，又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尤其是玉带钩，风格各异，造型多样，彰显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这件精雕细刻的玉带钩的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带着对墓主人的好奇，考古队员们继续清理东边厢。让现场所有人感到惊喜的是，他们在淤土里发现了一枚小巧的玉制印章。这枚印章呈黑褐色，青玉质地，光泽明亮，印面边长2.1厘米，印台高0.9厘米，通高1.8厘米。随着考古队员洗净印章上的淤土，印章底部篆刻的“曲阳君印”四字呈现在众人眼前。我们在考古发掘中非常希望找到有文字的东西，有文字的东西能够说明墓葬的年代和墓主人的身份，特别是印章是墓主人的随身之物，可以通过印章我们可以推测到墓主人的相关信息。那么印章上的曲阳君印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专家们还要开展细致的研究。至此，北山头一号墓的东边厢已经出土了19件器物，有7件铜器、6件玉器、4件漆木器。其中出土的玉制印章让考古队员们倍感惊喜。根据棺椁四周铺木炭的汉代葬俗，再结合出土的铜镜和熏炉的形制特点，专家们推断北山头一号墓是一座西汉早期的墓葬。能够拥有如此精美的铜器、玉器和漆器随葬，可见这位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这枚曲阳军运的印章能为世人揭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华丽的铜镜映照千年的悠悠岁月，精雕细琢的代沟连接古今的悲喜人生，尘封地下的古墓因一次意外而重现人间，无言地诉说着2000多年前的尘封往事。北山头一号墓的发掘仍在继续，东边厢的清理工作还未结束，考古队员们将继续清理四个边厢和棺室，到底会有怎样的惊喜在等待着考古队员们呢？